接球三垒这边，哇，传了出去，形成安打。喂，而且二垒这边是不是有妨碍？好，没有，那没有往前去推的话，那裁判这边也没有再给。但李维柱总教练现在走上来了，在二垒这个位置，因为刚才看现场的这个画面呢，应该说我看现场啊是有稍微的有碰撞。那二垒沈这里是有举手的，二垒沈蔡丰泽先生。只有举起手来，但事实上这个状况是这样子的哦，对，就是在黄伟胜这个同时，他必须要有推进，没错，然后他在三垒是出局的，那这个妨碍跑垒是成立的哦，因为毕竟他在虽然说他挡在是挡在他的跑垒线上，但跑垒员是没有要往下个垒包做推进的，所以这一个 play 它是不会成立的。是，规则上面是这样子啦，因为跑者这边有碰撞，但如果说这个跑垒员这边是回头踩到自己原本的二垒的话，是，那就是维持在二垒垒包，不会去判你再往前推进。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呢，我们还有几位贵宾来到现场哦，大家知道是谁吗？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没错，就是在智胜背后默默支持的家人。让我们欢迎智胜的宝贝女儿和儿子，欢迎。有料到吗？有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我们也要请智胜。好，我们来现在进行合影。好，看前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走前方。右前方。好，我们走前方。好，我们请智胜来跟现场的球迷朋友一直在后面支持你，还有背后默默支持你的家人，来跟大家说几句话。这一路走来应该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创办人徐董、领队，然后叶总，还有我们的教练团，还有我的队友，然后还有同一的球员们、教练们，各位球迷大家好。好。能够打这么多年，我非常感谢在旁边默默支持我的家人，然后队友、前队友、现队友，还有所有的教练，谢谢你们在我低潮的时候给我鼓励支持，还有各位球迷对我的支持，不离不弃。那我还会继续努力，不会只是停在这个步骤，继续往前走，达到我不能打为止。然后非常感谢魏全龙，如果今天没有魏全龙创办人叶总让我来到这个球队，我相信这个三百轰就不会出现了，所以我非常感谢创办人跟叶总，然后魏全龙。最后谢谢我的家人，我的哥哥、我的妹妹、我的太太、我小孩默默的支持我，还有谢谢吴大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智胜，谢谢。我被追上了，谢谢。等一下会再上场啦，沈喵会再上场。也希望今天的球迷朋友继续给予我们智胜，成为他最大的后援，继续为他应援加油，继续见证他缔造更多的记录，好不好？